它还是古代中国朴素的自然辩证哲学的准确诠释。英国人萨松说，我心中有猛虎在细嗅蔷薇，这样的意境在黄山松身上得以再现。黄山松是中国松的重要部分，它生长在黄山海拔800米以上的地方，是由黄山独特的地貌气候而形成的中国松树的一种变体。它有着独特的外形和生理结构，千百年来众多诗人、画家、摄影师们都曾以黄山松为主体创作过大量的艺术作品。今天在中国提及黄山松，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远道而来的贵客，在中国人眼。
业自树干开始平均地向周围铺散。然而从古至今，黄山就是一个山多地少的地区。黄山的主体山脉由花岗岩侵入体构成，在整个黄山风景区内，仅仅花岗岩露出的面积就占到黄山总面积70%左右。黄山松没有执着于土壤，它们大多生长在坚硬的岩石上。黄山松几乎拥有开山破石的能力，在花岗岩密布的黄山上，它们的根系依靠自身分泌的有机酸，缓慢而坚定地将岩石溶解，然后深入岩石内部，在稳固身体的同时吸收岩石内含有的矿物质。由于岩石所能提供的养分很少，所以黄山松需要通过其他途径来补充自身所需的营养。它谨慎而又细致地吸收每一点养分，包括夏天雷雨过后由空气中的氮气转变而成的氮盐，植物腐烂后分解而成的肥料，甚至是弥漫在空气中的水分。凭借这种能力，黄山松在极为苛刻的生存环境中维持着超越千年的生命。你比方在这个土壤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这个环境条件比较好，又不是在风口上，它这个树长得就是很高很大的很挺拔的一个树长，就是那个树冠形态也比较好，四周长得也比较均匀。在第二种那个形态呢，就是呢，就是长得铺地的。你比如说在秦岭台、秦岭峰那一块啊，它都是靠叶片长，它的叶片长呢，就是靠那个山脊上面呢，那边基本上很少有枝条，枝条都是飘下去了，飘到下坡地方。第三种形态就长在那个岩峰里面，长在石头峰里面。你比如说那个就是卧龙松，比如说碳海松。它的枝条长得很弯弯扭扭的、曲曲折折的，很那个形状非常独特的这种形状。它因为它长在那个花岗岩的岩缝中，它就是基本上没有土壤。你比如说那个孟美森花，包括那个卧龙松都是的。你比如说在平原的地方长的树种，也可能出现那个枝条扭曲的，但是它是顺时针扭曲的。你包括我们做了个喷井，包括那梅树就把梅桩有利于把它扭起来。但你不能做逆时针流，当然就违背自然了。但对一般都是顺时针流。当然我们的黄山松长的这个形状，像这种情况下的松树呢，它的树枝条的弯都是逆时针长。通常一株黄山松可以生存800年，而黄山有很多黄山松的树龄超过800岁。它们中大多数成员生长在悬崖壁上，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生长在黄山玉屏峰上的迎客松，它已经存在了1000多年。1782年，袁枚在游览黄山时做了一首名为《道松》的诗。他诗中明确提出，政府应该下令禁止砍伐黄山松。现在看来，道松几乎就是一首古代的生态环保诗。200多年以后的今天，得益于黄山管委会推行的山林禁伐、景区景点封闭轮休等一系列政策，景区内的生态环境得到了完善的保护，而迎客松
作为黄山松的代表，自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专人守护。景区管理者还改变了游道，使大量的游人不再从迎客松下经过，并在迎客松外围建了一个隔离护栏，游人只能在距离迎客松数米远的栏杆外观赏拍。说他自己危害可以致死数目以外，他更重要的松泽线虫传进来以后，他成为松泽线虫的传播媒介。因为松鹤天牛本身它要一年一代在我们国家，但是在广东这些地方可能就是一年有可能两代啊还或者是两年三代啊，但是在我们国家长江流域一般都是一年一代。那么它这个松鹤天牛本身它出来的时候在树干里面危害它羽化出来之前，它的身体上这个携带了大量的这个松泽线虫。那么据我们所里面有的专家研究，最多可以携带28万条。种腿蜂可以轻易的搜索到松鹤天牛的信号，确定它的具体位置。在接触到松鹤天牛以后，进入它的体内，释放毒素，并开始繁殖后代。
树枝上的雪凝结。对于黄山松而言，每一个松针都是非常重要的。黄山松无法像普通植物那样从土壤里吸收到充足的水分，所以它们必须通过其他方式来满足自身对水元素的需求。松针就是它们吸收水分的重要工具。与其他植物不同，黄山松的针叶不但有气孔，而且还有水孔。利用这些水孔，黄山松便可以从空气中吸收水分，然后供给全身使用。这种短小的松针还能减少山峰带来的阻力，帮助黄山松在山峰肆虐的悬崖壁上稳固地生长。2008年，在中国南方发生的特大暴雪灾害，是中国近50年以来最严重的雪灾。在预测的暴风雪即将到来后，黄山管委会的工作人员便已经展开了应对雪灾的工作。他们先后召开了4次专题会议，重点研究如何加强对古树名物的保护措施，并且组建了一支100人的应急小分队。积雪呢被这个冻雨裹着，这个雪呢像冰雪，它风也吹不动，而且也化不掉。那个上面的重量很重，那个其中有两根这个金属做的支撑杆都压弯了，可想而知当时的雪有多大，重量有多重。一些这个树枝啊，它的自身的这个支撑力啊，特别是这个古树，都是老树，它都已经出现这个很危急的这种状态。2008年1月28日，迎客松倒一枝小幅下垂，冠顶树枝下垂严重。由于积雪已经和迎客松的枝叶凝结在一起，应急小组只能用支撑的方法来减轻积雪带给树枝的压力。而当时制作支撑架用的毛竹生长在玉屏峰脚下，小组成员只能下山砍毛竹、运毛竹。100多人的应急小组历经6个多小时，从山下往山上运送了300多根毛竹。他们扛着冰坨子一样的毛竹，在完全被大雪覆盖、看不见路面的山道上跌跌爬爬的艰难前行。预测是2月2号，这个景区有大的暴雪，所以29号当时就决定，这个要搭建礁石架，这个平台，然后就支撑迎客松，这个倒一枝和树冠的这个顶子，从地面到这个倒一枝的这个高度有15米高，15米高了，你那个毛竹一根呢，你只有5-6米长，你是撑不住的，
所以呢要搭这个架子，用毛竹搭这个脚手架，一层一层的把它搭起来。新型毛竹它有弹性，对人的身体损没损坏。如果你是干性的，那血液很重的时候，那应该说你车子很可能就会折断。所以毛竹支撑是最有效的，是自然的。支撑平台上，用毛竹把每一个迎客松的这个树枝都把它撑到，几十个撑呐、啊，就是迎客松的所。与自然合为一体的思想在迎客松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呈现。这种思想是由2000多年以前一个名叫李耳的人提出的。李耳，也就是在全世界备受推崇的老子。